Hello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造这个雷克托，就是太平洋的那一台摩托车。What brings you in today?首先护具升级到满5万块。刹车35000，引擎33500，车灯7500，车牌那个黑色好了，喷漆主色调，不改，我用原本的绿色。啊，副色调有换哪边啊？那个。车架的地方啊，红配绿，狗臭屁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其实红色也蛮亮的，但是配绿色好像就怪怪哦。换个颜色好了，亮金属，金属色。法师钢、变速箱4万块，涡轮5万块，车轮类型前轮用幻象精灵，后轮一样，这样才有一致性。那轮圈颜色不能改，轮胎款式客制化，防弹，这个就用绿色烧胎吧，配合那个车子颜色。没得改了，回去吧。来试乘一下。哦，加速好稳哦！我听说可以加速，试试看。哦，冲好快！没改的时候还要稳呢，超快的，不晓得它跟百鸟竞速版比的话，会哪个比较厉害？压车也还蛮稳的，啊！哈哈，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拜拜。